我回来啦！这一把对方是小青令月莫拉西路卡佩皮皮，恶心的组合。然后呢，我们是偏乱啊，我们定下心来，好好的玩好不好？不嘴炮啦，皮皮会不会把我的野怪吸走啊？很害怕欸。但是皮皮现在通常是不是都点那个球球，那一个连环晕的那一个？OK，下路有没有机会 gank？好，抢个小灵鸟也好。下路有陷阱啊，这不好。哎呦，蓝 buff 没东西，对方的法师死掉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中路。shit，头不是我的。等一下，那这个可以吃了。OK。哎呦，痛哦！闪人，回家吃自己的，好不好？等一下。哎呦！小心在这里啊！我的天！哎，造！哎，过分！好。这边开大吃了吧？这边我已经有圣剑了，接着就是炒鞋子。OK。OK。抓到了。这个令月没大招了。到底是炸够了没？莫拉没有回来。哎呦，地板有那个陷阱呢！我现在可是不能再被消耗了，会死人呢。莫拉应该会来守上路这一只，我们先踩进来这里。然后呢，他如果 What？ 他是用这样子，是不是代表他有意识我在草丛啊？这个人很坏。这莫拉的无敌还是很烦的，有一定上的克制悟空啊，就是如果说我的棒子吹下去刚好都被他的什么无敌啊大招啊弄掉的话，我起码少两棍欸。那少两棍要杀莫拉的话应该是杀不太死啦。我现在没有保命装，我还是先赶快再拉点经济，因为我等一下可能要先把死神镰刀换掉，又或者是接着要预购复活奖。小心草丛，敌人消失。哦，这个丧心病狂了，太痛了吧 ！OK， 我的死神镰刀是快好欸，又在莫名其妙断讯。好了，反正我现在在吃凯撒，我杀人啦，但是没有画面啦。现在凯撒被对方吃掉了，好不好？我跟你们讲剧情了，刚吃到一半，对方全部人杀过来，然后呢，我绕跑的时候，皮皮开大加闪现追上我，结果被我反杀，然后呢，凯撒就。啊，这边我不知道预购死神镰刀够不够，所以有时候我不敢乱卖装。惨了！这不会三连败吧？不要吧？皮皮在那里。
然后令月想要丢我，是不是？哦呦哦呦哦呦！嗯，兵线要先带出去，都还有话说，好吧？这兵线不带出去就没话讲了。莫拉的影子在那里，我现在已经没有复活甲可以用的情况下。好，能抓一只是一只，然后这个卖掉，再来一个王者。一滴 ，OK。这边要直接把对方的，我这边出了两把王者之剑，我们这边要直接把对方的射手秒掉。哦哦哦哦哦哦！哈？为什么？我怎么死的？丛林游侠。哦，他出丛林游侠、哦。哇，这个人丧心病狂。有人说死神镰刀可以用几次？应该是无限次吧。只是，严格来讲，我这一场我是觉得保命就不用了，就是该死的还是会死啊。对，我倒不如。很有把握的进去一整套，直接把对方的谁带走，有没有？像我现在物理攻击1006，哇操！丧心病狂啊，对面！进攻凯撒，网络稳定，大家放心。哎，哪来的？哪里来的、啊？进攻敌方基地。What the fuck？ 他要被射手射死了。哎、欸，对方的那个西路卡是哪里来的啦？哦哟，哎、欸，他们塔要没了。为什么那个草丛会有人啊？他们守得住吗？火龙人，普攻，普攻。太诡异了吧！到底为什么那个草丛会出现一个人，就这样把我揪出来了呢？我要说，我蹲得很好啊，等一下有机会我要上去打一波了。结果有老鹰逼啊！哎，我居然没有拿到 MVP， 不行，他比你早蹲在里面，对啊，就很诡异啊。然后他都不动声色哦。天哪、啊，我居然会遇到老鹰逼，比我还阴的人躲在另外一个草丛里面等着我。我奇怪哪里来的？为什么我突然之间被揍了？你知道吗？Check it up.